启禀陛下，兰驾老人已经带到。老人家，起来说话。老人家拦住寡人车驾，有何事上奏？小老儿请求陛下下诏罪己。老人家，寡人犯了什么过错，要下诏罪己？陛下，您不该出巡。寡人出巡是为了了解民意，这有何不妥？陛下出巡会影响百姓正常的生活。朕微服出巡，怎么会影响百姓？既然陛下是微服出巡，小老儿又怎么会知道？这不是发生了意外吗？陛下，您一句意外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朕再说一遍，朕出巡为的是了解百姓疾苦，只会在各地逗留一两日，根本不会影响百姓。你简直是无理取闹。不是老汉无理取闹，而是陛下好大喜功。你大胆！小老儿胆子不大，也不敢拦截上驾。你来人，在，将这老儿赶出县衙。是。不用你们赶，我自己会走。久闻皇上善于纳谏，以为天下百姓遇上了明主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哎，百姓又有苦头吃了。这个老儿真是无理取闹，若不是看他年老，早就将他问罪了。陛下，臣有事上奏。说。臣发觉您最近不爱听直言，虽然勉强包含，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自然了。这话从何说起？难道爱卿你赞成那个老儿的话？微臣认为，自古尚书不激昂，不能触动人主之心。所谓狂夫之言，圣人择善而从。陛下，您将进谏之人赶出，天下人会认为陛下您拒谏，这样一来，向您进谏的人将会越来越少。所谓兼听则明，偏听则暗。如果无人敢向陛下进谏，陛下将会很难了解到事情的真相。请陛下明鉴。你的意思是，朕应该向那个老儿屈服？陛下息怒，魏爱卿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他是什么意思？魏爱卿的意思是，那位老人家虽然言语偏激，可他敢于进谏的行为是值得嘉奖的。陛下您将他赶出门外，会伤害天下百姓进谏之心。微臣正是此意，况且那位老人家说的也未尝没有一点道理。陛下择善而从之，则不善而改之，这才是治国之道啊。皇后和爱卿说的有理，朕不该责怪那老人，还应该赏赐他。陛下圣明。你可知道那个老者住在哪里？臣已经查过，他住在东郊田园。惊慌，寡人此次前来是向老人家您道歉的。道歉？皇上，您是在戏弄小老儿？老人家，您多虑了。皇上亲自前来，怎么会是戏弄你老人家？陛下他是真心来向您道歉的。皇上，他是九五之尊，小老儿我只不过是一介平民，他会来向我道歉？老人家此言差矣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老人家，您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而来觐见，寡人为了自己的面子将你赶出，寡人对不住你，更对不住天下万民，寡人向您道歉。陛下您言重了，小老儿愧不敢当。老人家您快快请起，寡人准备了些许礼物请老人家笑纳。陛下，这份礼物小老儿不敢收。您觐见有功，这是您应得的赏赐，您为何不收？小老儿向您觐见，完全是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，若收了这份赏赐，岂不变成为一己私利吗？老人家，您想的太多了，寡人让你收下，你就收下吧。小老儿宁死不收。陛下，既然老人家不想收银两，您不如赏赐给他一块布衣见臣的匾额，以示嘉奖。老人家，寡人赏你一块匾额，你该不会推辞了吧？小老儿谢主隆恩。经此一事，唐太宗善于纳谏的美名传于天下，
唐太宗一行人回朝途中，长孙皇后病倒。旧疾复发，母后没有什么危险吧？二皇子放心，皇后并无大碍，只需静静调养，当可痊愈。母后，母后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别难过，我没事，调养几天就好了。承前，朕听大臣说，你在朝监国表现出色。朕心甚慰，父皇过奖了，这是孩儿应尽的本分。孩儿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有许多不到之处，幸亏大臣们的劝谏。孩儿，你懂得纳谏，今后必是贤君。皇后，您身体刚刚痊愈，应该好好休息才是。我没事，趁着刚回来，把出巡的一些心得体会记下来，以免忘了。皇后您做事总是一丝不苟，您要注意身体呀。我知道，放心吧。对了，随安夫人来了吗？哦，她刚来，在门外候见。请她进来吧。是。参见皇后。免礼。谢皇后，本宫与皇上出巡这段时间，太子表现如何？这里又没有外人，有话你就说吧。开始的时候，太子按照规定的时间学习休息，可是后来怎样？后来太子上朝回来，就和汉王在一起玩耍，而且经常偷偷溜出宫外。太子去宫外做什么？有一回，奴婢私下听跟随太子一起外出的小太监议论，太子去农家偷了许多蔬菜，回来之后和他们一起品尝。胡闹！堂堂太子怎么做出如此荒诞的行为？皇后，你身体刚刚痊愈，千万不可动怒。我没事，我临走之时托你照顾太子，太子做出如此行为，你怎么不善加规谏？皇后息怒，奴婢规谏过太子，可是太子不听啊。谏不入，岳父谏。太子一次不听，你应该找机会再行规谏才是。奴婢身份卑微，规谏只能点到即止，太子不听，奴婢也没有办法。你起来吧，这件事与你无关，你已经尽力了。谢皇后。本宫今天要亲自去太子府看看，承前究竟在做些什么。皇后，今天已经这么晚了，您还是早些休息吧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也不迟啊。太子是国家的储君，若太子德行上有缺失，国家必将遭殃。身为太子的母亲，怎么可以置之不理？可是管教太子也不急于一时啊。我和陛下只不过离京数月，太子就变得如此不堪，你让我如何能够安枕？那我陪您一起去。停停停，快停！皇叔出什么事了？为何如此惊慌？太子，
皇上皇后已经回宫，您不能再这样夜夜笙歌了。哎呀，皇叔，您过于紧张了。父皇回宫后当众夸奖我，父皇对我的看法已经大有改观。那皇后呢？母后？皇后刚才派人来，将穗安夫人召进了宫内，太子可知道？母后召她进宫做什么？太子你说呢？圣人不逆，愚者擅权，天下之不祥。谁？太子，皇后来看您了。啊？参见母后。平身。这么晚了，母后应该在宫里休息才是啊。我和你父皇出去了一段日子。听说你在监国期间经常出宫游玩，可有此事？母后息怒，孩儿一时贪玩，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，惹得母后生气，请母后原谅。那你为何要去农家偷盗蔬菜，带回来和下人一起品尝？冤枉啊，母后，皇儿我在府里什么蔬菜吃不到，何必要去农家偷盗？母后千万不要为这些无稽之谈而伤神啊，母后。啊，程前，你先起来。皇儿有错，惹得母后生气，皇儿不敢起来。过能改，归于无。只要皇儿你能诚心改过，母后不会怪你。多谢母后，皇儿一定改过。斗闹场，绝勿进。外面的世界虽然精彩，可也有许多容易发生争吵打斗的不良场所，有许多邪恶下流荒诞不经的事情发生。这些事情听得多了，看得多了，必然会污染善良的心性。孩儿明白，孩儿一定不再随便出宫，母后放心吧。嗯。母后，天色不早了，您早些休息吧。你也早些休息，只要皇儿你的言行没有缺失，母后我就放心了。皇后，太子并没有犯太大的过失，而且已经悔过，这回您该放心了吧？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我感觉程前有事瞒着我。皇后您多虑了，您昨天去探视太子，太子不是正在读书吗？太子那么用功，又有穗安夫人在旁提点，不会出大错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对了，殷妃现在怎么样了？殷妃被陛下打入了冷宫，她竟然想谋害皇后，有这样的下场也是罪有应得。殷妃虽然气量狭小，可是本性不坏，我答应过陛下要劝她改过。皇后，奴婢有件事一直不明白。什么事？殷妃时时针对您，为何您还要为她求情？恩欲报，怨欲忘，报怨短，报恩长。殷妃对您有何恩情？我怀着胎儿的时候，殷妃妹妹一直服侍在侧，她对我的这份情谊我一直记在心里。至于她针对我，过去就算了，又何必总是放在心上？放不下其实是在处罚自己，苦恼自己。玉莹，你陪我去一趟冷宫。现在去？殷妃平日养尊处优，被打入冷宫一定很难过，若是她做出什么傻事，岂不是我们害了她？皇后您太仁慈了。殷妃妹妹。殷妃娘娘，皇后来看你了。啊啊！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殷妃妹妹，你别怕，没有人要杀你。皇后要杀我！皇后要杀我！我不会杀你的。啊！你是长孙皇后。
是我，是你害我的，是你害我的！英妃妹妹，你不要激动，我不用你这好心，我不要。你和你哥哥想要谋害皇后，皇后不但没怪你，还为你求情，保全了你的性命。如今你还怨恨皇后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呢？你，他为我求情，他为我求情是装给陛下看的，显示他的仁慈。如今我被打入冷宫，生不如死，有假惺惺来装好人看我，看我什么？看到我这副落魄的样子很得意是不是？你说呀，啊？既然你这么说，那我问你，你今天这个样子是谁造成的？是上天。若不是上天阻挠，今天待在冷宫的人是你，不是我。你想要害我，是觊觎皇后的宝座。就算今天待在冷宫的是我，你以为你会当上皇后吗？皇上那么宠我，我为什么当不上？你想过没有，皇上为何会宠爱你？因为你的美貌。是又怎么样？皇后需要帮助皇上管理后宫，你以为光凭着美貌就能够管理后宫吗？你怎么知道我管理不了后宫呢？因为你气量狭小。因为气量狭小，你容不下不合你心意的事，看不上不合你心意的人。平心而论，在整个后宫当中，除了陛下，你又看得上谁呢？我以你这样的心态，就算让你当上了皇后，你又能得到多少乐趣？难道这些年来我都做错了吗？爱人者人恒爱之，你只有以真心去对待别人，别人才会以真心来回报你，也只有这样，你的心才会安定，心定下来才能感受到人生的乐趣。我现在身处冷宫，还能有什么乐趣？境随心转，只要你诚心悔过，真心待人，你身处的环境就会随之改变。玉莹，咱们走吧。是。境随心转。太子，太子。哎，太子又私自出宫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您玩的也够了，回去休息吧。哎呦，一日这么高兴，干嘛休息啊？你们再去找几个人，一会儿出院子里集合，咱们接着玩。这不行，我要去禀告皇后。我是穗安夫人，我有急事，要马上出府。对不起，太子有令，今晚任何人都不准随便进出府门。啊，皇后，您今天和殷妃说了那么多，有用吗？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善良的本性常常被妄想、分别、执着所蒙蔽。当一个人到了一无所有的时候，身边还有人关心他、鼓励他，这个时候往往会顿悟前非。什么事？启禀皇后，穗安夫人在外求见。快请。穗安夫人这么晚前来，一定是太子出事了。参见皇后。免礼。可是程前出了什么事？太子今天又和两个小太监私自出宫游玩，回来之后又说要夜里接着玩。程前太过分了，我们去太子府看看程前究竟在玩些什么。太子命人守住府门，不准进出。他们敢拦阻皇后吗？程前命人把守府门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看守太子府后门的是奴婢的干儿子，奴婢是从后门出来的。那咱们就从后门进去。程前，你身为太子，半夜三更饮酒玩乐，这成何体统？Oh!